好好的啊，你加人小姑娘微信，完了人家给你看完数量以后，大哥你最起码你写明白打个字儿，你说一楼有几个，出风什么情况，不出风什么情况，这是人家发给你的，完了之后你让他截图给我，你当我傻子我看不出来啊？这小子一天，还想吃烤全羊不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玉。下面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个福利品啊，就是有很多兄弟总要跟我讲说这个脚气的这个上车，但是一直以来也没上。然后最近呢，咱们这个产品下来了，叫明玉熟康粉啊。下面呢，咱们这个打开一下，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啊。这个一盒里啊，一盒里四五袋。这个怎么用呢？一会儿呢，我亲自泡一下子，给大家讲一下子怎么用。一次啊，就是泡半小时啊，一次泡半小时，烧1公斤的热水啊，800毫升到1000毫升都行啊，4磅的温度啊，开始泡脚啊，把这个先给它冲开啊，4磅的温度开始泡脚啊，可以连天泡，可以隔一天泡一次啊，都可以。角质层薄的啊，泡3包就行了，就能达到咱们想要的效果。角质层厚一点的啊，4包5包啊，自己感觉着泡就行了啊。一般角质层薄的3袋就可以了啊。一次呢泡半小时啊，甚至到40分钟呢也可以啊。都管什么呢？就是说脚汗、脚臭、脚痒、脚脱皮，还有脚缝脱皮啊，都好使啊。那脚汗、脚臭这块呢，能给你达到清除60%到70%的这么一个脚汗脚臭啊。如果说出现这个汗泡疹特别大的那种啊，得跟我单独啊要这个强效清除脚汗脚臭这个产品啊。咱们这个呢能达到60%-70%，咱们还有一款强烈的那个是能达到80%-90%啊，但那个会贵一些啊。然后这个呢，咱们是一个福利价啊，给你们上车福利价，多少米啊？多少米，兄弟们？58米啊，58米啊。一般实体店都卖个100多块钱了啊，58米包邮。然后咱们现在呢，毕竟咱福利产品，明玉呢再给你们赠送一个啊，草本益菌膏啊。这个草本益菌膏什么时候用呢？就是说都泡完之后啊，这个脚会有一个轻微脱皮的一个这么一个这个情况啊，感觉脚会有一点干啊，咱们再配合这个草本益菌膏再一举，这样呢效果就会更好一些啊。58米。左下方小黄车啊，干就完了。一会儿呢，我泡一下子啊，你们也看看啊。好嘞，有需求的啊，搂一单。好嘞，拜拜。好，咱们拿出来一袋，给它撕开啊，撕开也行，用这个剪刀剪开也行，都可以啊。倒进盆中，然后开水，差不多就是1公斤左右。然后咱们4磅温度下脚啊，就是说稍微晾一会儿啊，稍微晾一会儿泡。好，咱们泡10来分钟之后，感觉这个水有点凉，可以加一点热水啊，然后再继续泡，行，都到里边来。然后最后啊，最后咱们这个泡完之后，然后自然晾干、擦干都行。擦完之后，然后可以洗澡、洗脚都没问题了啊。有任何问题，咱们产品的侧面都有主播的这个电话联系方式，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售后啊，明玉啊，明玉。好嘞，拜拜。陈毅，你要干一个活，我跟你说，你干的肯定好。一个活，你干的。东北做皮冻的时候刮猪皮，我说你说的，再行。
这手机打字有那功夫少看会手机打字你都能给我编辑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你别拿人小姑娘的编辑，对不对？你这拿人小姑娘那发过来，回头你这玩意儿再说了，你这我也给截图给人发过去，不能事了。